也见我抱你有所滋味，但愿我会更爱你，抱紧你就有好天气。近日有一班好喜欢唱歌的年轻人制作了一个 MV 揭爆社交网站，引来了网友很大的回响啊！网上的评论好坏不一，今次好互动就来到市中心，想了解一下究竟澳门市民对于这一班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追求梦想又有什么看法呢？叫他不要放弃。咁呢个世界仲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嘅，唔需要理人哋点睇嘅，自己觉得啱咪得咯。好勇敢咯，觉得希望佢下一次可以再拍出嚟，然之后俾到人哋一个好大嘅改观咯。当红台湾乐团五月天曾经讲过，成功系失败嘅累积，佢哋嘅成功亦都让我哋知道失败并唔可怕，只要喺失败中学习，总有出头天嘅。在今次的网上热爆讨论里面，其实也有不少的人支持他们的创作，赞扬他们有勇敢的行为。追梦是每个年轻人都有的梦想，那你们又有没有吉士先？